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有30多个提问，首先是中国同学的提问。第一个问题，学佛者彼此遇财务纠纷，是否可以上法庭？若不上法庭，应如何处理为善？佛陀对我们的教诲，第一个条就是布施。啊，所以我们要懂得了布施真正的意思。啊，布施是放下，布施是舍。啊，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财富的因就是布施。啊，这一生拥有大财富的是过去生中啊财布施多。这一生当中聪明智慧高的是法布施多，健康长寿的是无为布施多，所以无不是从布施而得来的。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呢，遇到财务纠纷，特别是关于财务方面的事情啊，别人或者是劝你投资，或者是这个劝你这个向你借钱，你借给他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个钱不希望他还来，你就离得心安，你就很快乐。他还来呢很好，不还来了也好，要存这个态度。那是什么？我命里有钱，有这个财富，越舍越多啊。所以啊，决定不可以为财发生争执啊！现在这个社会上，财务纠纷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佛弟子要做好榜样，对于财看得破，放得下啊，这样就好。决定不上法庭，决定不向人讨债，自己再困难再苦，也不要做这些事情啊！我相信这个因果是苦尽甘来，你后面一定有大的这个财富啊会现前啊！不要想的这些东西啊，这是真正的事实。第二个，说与老年痴呆的长辈在家中啊，时常提出许多荒唐的要求，胡闹得很厉害。请问，身为晚辈，应该如何帮助老人？这个要耐心，要智慧，啊，要了解老人这个病中的情况，啊，应当随顺的时候要随顺。哎，不当随顺的时候，用欺骗的方法都可以，这个不叫妄语，啊，不叫欺骗，这是一种手段，让病人的时候能够安稳，啊，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用，啊，总是要让这个病人的时候能减少痛苦。啊，最好的方法，如果能够接受佛法的时候呢，让他这个病房里面呢佛号不间断，啊，佛像呢挂在他床铺的对面，啊，他躺在那个地方，靠脚的那一头挂佛像，他眼睛一睁开就看到，
啊，给他讲念佛的故事。啊，念佛哎，病好了，念佛往生了。啊，到极乐世界做菩萨做佛了，给他讲这些故事。啊，古人念佛往生的，现在有很多人念佛往生的。啊，这样来劝导他，这样就好。啊，是这样的情况啊，是否与年轻人杀业太重有关，或是受社会污染太多？这个确实。这是说出了他真正的病因啊，所以在这个遇到家亲眷属又生病的时候，确实是不再造杀业了啊。当然最好是吃素啊，不要再吃肉了啊。念佛、听经啊。在家里面跟老人讲一些孝悌忠信的故事，老人都会接受。下面一个问题，学佛精进既遭横祸而死，是否属于冤亲债主讨债？他底下有两个问题，应如何知道这些横祸是属于重业轻报，或学佛为善不如法，无法改造命运所致？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平时要多读经，多听经啊，理明白了，遇到事啊，马上能够会通啊，能够通达明了啊。除这个之外，在现在这个时代，无论在中国在外国，灵媒很多，确实有灵媒啊传递这些讯息，这个要小心啊，要很谨慎啊。为什么呢？灵媒里头有善的也有不善的，那不善的呢，哎，他听说你相信鬼神呢，他来欺骗你啊，他引诱你往邪道啊，这个事情常有，不能不小心啊。但是灵媒的提示，我们真正学佛人抱着一种感恩的心啊，他提醒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呢，一定是依经教，那就决定没错了啊。比如他希望我们用真诚心忏悔啊，回向，我们要用佛门的这个标准啊。佛门的真诚心是什么呢？放下妄想分别之处。我们常说啊，你能放下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不再跟人计较，这真正入佛门了 啊这个是真诚心啊。啊，达到终极的目标，那就证阿罗汉果了。那你看在华严经里面，七性位的菩萨啊，再能够把分别也放下了，不但不执着了，分都不分别了，那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佛法界啊。再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菩提心就现前了，真心现前了，菩提心投于真诚啊。所以你就晓得，不执着少份真诚，不分别多份的真诚，不起心不动念是圆满的真诚啊。所以佛有标准，我们世间人没标准，自己以为真诚那可不行
啊，那还是在妄想，还是在无明里头，啊，要用佛法来解决问题，啊，真诚心，啊，忏悔。什么叫忏悔呢？知道自己的过失，后不再造，叫忏悔。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教给我的。啊，每一天在佛菩萨面前念忏悔文，念完了之后还一样照干，这不叫忏悔。啊，所以老师跟我说，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不重要。啊，实质重要。啊，有实质，没有形式，能超度众生呢？我们在《谭虚法师影城回忆录》里面看到《八灾寒窗多楞严》那个故事，就说明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个刘居士，啊，谭老没出家之前，跟三个朋友一起合伙开了个中药铺。啊，刘居士是其中之一，啊，他读楞严经，读了八年，啊，八年天天读楞严经，他心清净，啊，所以就遇到冤亲债主来找他了，啊，求他超度，都怎么超度法？这样你答应就行了。好，我答应你，就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这是真的，啊，一般超度啊，只能超度到忉利天，啊，能不能超度到极乐世界呢？那要他是念佛人，啊，真正忏悔，啊，一心向佛，那可以往生，这个我们相信的，啊，没有这种善根福德。纵然有因缘呢，也不行。但是超生到人天呢，这是非常正常的，啊，不堕三恶道，啊，所以往生那是无比稀有的福报啊。这个我们要认清楚啊。啊，你说我们有没有善根呢？没有善根，你就遇不到。遇到了，真心。真愿啊，什么叫真心真愿？放下万缘是真心真愿。我有心有愿，这个世缘还放不下，这就不是真心真愿。所以很多人说，你学佛是假学佛，你发愿是假愿，就是你的信愿里面夹杂着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啊，夹杂着贪嗔痴慢。这个就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不是说你一点都没有，你有心有愿，你里头这些烦恼习气把你的心念破坏了，你的心念不起作用啊，是这么个道理啊，总要清楚要明了。那么以这个标准来看，真信佛的有几个？我们自己好好冷静反省一下，我幸不幸福？我有没有发愿？啊，我信呢，我有愿呢，有没有夹杂？有夹杂了。啊，有夹杂，我们的心愿就不是纯正。啊，能不能往生呢？那一点把握都没有。我们年轻时候刚出家，遇到一些老和尚。老和尚在我们面前说真话，念佛念了几十年了，那八九十岁了，往生没把握。我们听了很惊讶了，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往生没有把握呢？夹杂。啊，功不纯啊。信心不清净啊，啊，这个问题发生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要晓得
过去、现在、未来，一定要修清净心，一定要多听佛法，啊，慢慢道理你都明白了，原理原则掌握了，遇到事情自然会懂。下面一个问题是，应如何帮助这些学佛行善的同修啊，重新建立真实信心？这个话我们在讲习里讲了很多，从自己做起，自己做出样子来给人看，人家才能生信心。啊，做不出好榜样来的时候，你讲人家不相信，啊，你骗我，你自己没做到。所以一切从自心做起，我们称从我心做起，就能帮助许许多多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或者是没成熟将要成熟的人，真的帮助他了。他看到你这个形象，哎，他真干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佛法叫重实践的，啊，信结行证重在行证，啊，我们有行有证给人看，啊，这才能度众生。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讲科学，科学讲证据，啊，学佛你吃素有什么好处？哎，身体健康。啊，我们80多岁了，啊，跟他相比，确实，哎，相貌比他好看，哎，身体比他健康，他相信了。啊，那你要是没有个样子给他看，他不相信。那走的时候很自在，啊，不生病，你看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人相信了。啊，所以现在人相信啊，证据就是你的做出样子给人看，啊，样子不好，人家更不相信。啊，所以这在中国不但是佛，儒释道都不例外。啊，外表头一个样子，就是诚敬，啊，真诚的恭敬。啊，《弟子规》上教你的时候，对人90度鞠躬礼，对长辈是如此，对晚辈也是如此。晚辈何必这样呢？晚辈是教他，啊，我在台中，李老师那就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他在他老人家办大专佛学讲座的时候，啊，学生都从外地到台中来的，啊，都是一些年轻人，他是祖父辈的人呢，啊，可是对待这学生呢，他还是90度鞠躬礼，我们在旁边看呢，到后来看明白了，教这些年轻人呢，怎么教啊？自己做样子。自己不做出样子，你教人家的，人家不相信。自己做出样子不说话，人家感动了。啊，学谦卑也，学尊重别人呐。啊，年轻人，啊，到联社、到慈光图书馆，我们工作人员少啊。啊，工作人员泡壶茶放在这里，啊，茶上，啊，老师自己端着这个茶杯给人添茶，给学生添茶，啊，因为现在学生不会，年轻人不会啊，要这样方法来教，这个叫大慈大悲呀，啊，这样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老人，啊，他都这么做。他就学会了，他回家去会给他父母添茶了，会给他父母鞠躬了，啊，会对他长辈呀有礼貌了，
教嘛，要从自己做起嘛。那中国古话有一句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希望别人怎么样对我，我先怎样对人。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教育收获了，至少收获了三代到四代了，所以根本就不懂得礼了。那礼是社会安定和平的基础。我们怎样恢复呢？从自己做榜样。所以自己要为去啊。这才能帮助社会恢复到安定和平。底下一个问题，念佛者若没有特别回向给冤亲债主，是否会造成往生的障碍？这个很难讲。如果这些冤亲债主找你麻烦，会造成障碍；他不找你麻烦，这个障碍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学佛人呢，要培养自己的慈悲心，这一点很重要。古人讲佛法，什么是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你看，把慈悲摆在第一了。慈悲就是博爱。所以对一切众生呢，都有怜悯的心，都有敬爱的心。这是信德。我们今天对人没有这种念头的时候，这是迷失了自信。这是凡夫。佛菩萨觉悟了，觉悟了的人的时候，他对人是一片慈悲，没有等级的分别。平等的。像佛在华严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就平等了。真的本来是佛了，只是迷悟差别不同。诸佛与化身菩萨，他觉悟了。六道凡夫他迷了，迷了还是个佛。所以佛菩萨眼光当中看他，他是佛。所以佛菩萨对于凡夫恭敬。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李老师对一些大专学生恭敬。大专学生迷惑，他不知道。这个老师做出样子给他看。他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不但对这些晚辈呀，对后生呢，是如此。我们对文冲马衣不是扩张，马衣菩萨，蟑螂菩萨、老鼠菩萨，你看，你对于那个都恭敬，对人怎么不恭敬呢？随着对畜生会恭敬，对人不恭敬，这是夹杂，夹杂什么？夹杂在你的分别执着在里头。你没有办法做到一切恭敬，那这个要学的。所以冤亲债主要常常想到，我过去做错了事情，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对不起你。现在我明白了，我忏悔了，后不再造了，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希望冤亲债主跟我们一起修福，一起念佛，同生极乐国，这个多好呢，到极乐世界很好的同参道友。
下面第五个问题，他说弟子家乡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徒砸坏佛像，为此是我找到宗教局，希望宗教局重视加强管理，说明宗教是一家，应团结友爱，请老法师指点，这样做是否妥善圆满？应该这样做法。啊，那么这些教都是好的。啊，基督教的耶稣，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对释迦牟尼佛一定很尊敬，很友好。啊，为什么？他们明理。啊，至于他信徒，他不明理。啊，有成见，叫门户之见。啊，我的好，你不如我。啊，我这是真神，你们是魔鬼。啊，那什么？那是凡夫之见。啊，那个不是耶稣的之见，不是圣母玛利亚的之见。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总是要加强教育，啊，要加强教学，啊，不管哪个宗教，你都是度世人的，你都是怀着度众生的，啊，你都是祈求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没有哪个宗教是制造社会动乱的，绝对没有。啊，那你要是敌视其他的宗教，你不就是造成对立，造成动乱，所以这个与他的教义完全相违背。啊，这个不是真正基督教徒。啊，基督教的教义他并没有理解。啊，那么像现在这个社会，像这种情形很多，啊，确确实实是要希望这个宗教局重视这个问题，要提倡宗教教育，啊，宗教的交流。下面一个问题，他最近一贯道打着佛教的旗号开始流传到牡丹江，请老法师慈悲开示，佛教与一贯道的区别。最简单的区别，佛教一定依据经典，这个经典一定是大藏经里头有的。啊，经典也有伪造的。啊，大藏经里头没有，那就靠不住。大藏经里面有的绝对没问题。啊，所以大藏经是佛法的真正的标准。啊，依照经典去修学，这是真正的佛教。啊，如果不是依照经典修学，它就不是佛教。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过去很多人问我法轮功是不是佛教。啊，我说法轮功的修学不是佛教经典，那就不是佛教。啊，他如果真的依照佛教的，佛教经典很多，无论依照哪一部经典修学，那都是佛教。啊，是佛的弟子。啊，你从这个标准上去看，就决定不会错误。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请问佛弟子在往生前梦见观世音菩萨通知他阿弥陀佛接引往生的日期，这是否代表决定往生，品位如何？这个问题你可以记住啊，那个你梦见观世音菩萨告诉他哪一天往生的日期，看他那一天是不是真的往生。如果是真的，这没错啊，如果是假的吧，那就靠不住了。啊，至于
品位如何，那看他平常念佛功夫的情深啊，决定他往生的品位啊。不过真正念佛人如果常常把品位高下放在心里面，他的品位一定不高啊。怎么知道不高呢？他的分别执着心很重，没放下啊。如果不在乎品位，根本不想这个问题啊，他的品位可能很高啊。为什么呢？他分别执着没有了。所以理要懂啊。啊，藕益大师他老人家，这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印光老法师对他非常赞叹。啊，他常常告诉人呢，他求往生，真求往生。啊，至于品位呢，哎，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足了。这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不要有分别执着，你品位就高了。啊，有分别执着，你往生在凡圣同居土；没有这个执着了，你生在方便有余土，没有执着了；没有分别了，不起心不动念了，生十报庄严土。啊，所以对于品位看得这么重，啊，纵然往生。这个品位不高啊，这个是肯定我们能体会得到的。下面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出家众发心跟老法师学习，是否先要到汤池文化中心学习？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我这个念头起因呢是06年啊，访问英国伦敦剑桥回来之后啊，深深感觉到啊，这个世界上的汉学缺少啊好的老师啊，专家学者不缺乏，圣人贤人呢见不到啊，中国传统学术是圣贤的教育啊，教学的目的是成圣成贤，不是成学者专家啊。所以回来就想的是，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啊，帮助一些年轻人啊，他们有志于做圣做贤啊，我们应当要做义务来帮忙。那这个人到哪里去学呢？所以当初我就想到的是，我们在汤池中心选拔品德优秀的老师，啊，他们愿意做圣做贤，那我们办一个小书院呢，来帮助他。啊，那我们的目的是。目标呢是希望他在这个汤池教学三年啊，三年大家看到这个人的德行啊，这个人的这个教学啊都值得赞叹，他有愿做孔子，有愿做佛菩萨，那我们义不容辞，要全心全力的帮助他。这个念头是这么起的啊。至于跟我学讲经，讲经不难。你看我们在新加坡做了实验，不是三个月就会学会了吗？啊，这个一点都不难。难最难在哪里呢？最难是四个根怎么扎下去？这个
我们帮不上忙，这是完全自己的事情。啊，佛都帮不上忙。啊，真正要自己发心，我要做佛，我要做菩萨，那你就要有四个根。啊，这么多年来，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啊，在家学佛的同学多，十善业做不到啊；出家同学也多啊，沙弥律仪做不到啊。啊，那要照佛法的标准，做不到十善业，就不是在家弟子；做不到沙弥律仪，不是出家弟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家出家都没有弟子。啊，谁要真正发心做释迦牟尼佛弟子，你就把十善业做到。那十善业为什么做不到？我们想到说，从前人很容易做到，现在做不到是基础教育没有了。啊，是我们联想到儒释道这三个根。啊，儒释道在中国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一二三，三二一，形式上有儒释道，实际上的时候它融成一体了。啊，现在是看不到了，在从前一百年前，道士他读佛经，他念四书五经，他都懂。啊，儒者他也读佛经，他也读老庄。啊，佛门的法师啊，四书五经一定会念的。老子庄子是必读必修的课程。所以他贯通的。啊，这个根啊很厚啊，基础很深厚啊，所以他能成就。啊，能成就一代的大德祖师。啊，如果这三个根失掉了，这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今天佛教之衰，我们一定要找出衰的因素在哪里。啊，为什么会衰？衰在哪里？我们才有方法补救啊。如果说儒释道的三个根过时了，啊，这是古时候封建时代的产物，现在应该啊要把它废除。啊，有许多人提倡这么一个这个观点。啊，那我们看看效果。啊，我们在汤池做实验，只有一个根，不是三个根。那这一个根产生了效果。三个根的效果你就晓得有多大。啊，这是中国五千年来社会安定啊族群和睦的真正的基础。这个东西没有了，社会就动乱了。啊，用什么方法来安定人心啊，来恢复社会的和平啊，能找到一样东西代替当然好，我们求之不得了。找不到老祖宗东西试验一下有效，它产生作用啊，我们自己自身这就是一个活的实现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这么多年来没有跟社会同流合污，靠什么？就是靠这个根。这个根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效果啊，所以我们在汤池做实验这样同样也产生效果啊，这证明说，这证明这是真理，真理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无论放在哪个地方都行得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受人欢迎
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驻这个驻教驻这个教科文组织的各国代表啊，还是要到汤池来参观啊，要实地来考察，这是好事情啊。我听说我们政府也同意了啊，所以这是一桩大好事啊，希望他们来看，希望他们把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向全世界去宣扬啊，果然能落实，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能够恢复安定和平。第下个问题，他朋友进来得了一种怪病，病况啊与猪被杀时相同，这瞬间呢心如刀扎，送医院呢他就变成正常。说这位朋友过去是杀猪的屠户，请问呢这是否是冤业报，应该如何化解类似的冤结？真的是冤结报啊，杀猪的遇到这个事情，杀鸡的就跟着遇到杀鸡的痛苦一样啊，这确确实实冤业从今之后不再杀生，不再吃肉了啊，要真正忏悔啊，过去无知啊，杀害这些众生，要帮助他们超度他们啊，在我们佛门给他们立牌位啊，每一天念佛诵经给他回向啊，希望他们呢不再怀有这种怨恨啊，劝导他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过去我错了，对不起你啊，现在我们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啊，用真诚心就能感动对方，心不真诚啊，企图侥幸，你这些冤亲债主不会原谅你啊，真诚心能够化解。请问畜生死后该如何处理，是否也需要12小时的助念才能搬动？你这个问的很好，很难得啊，畜生可能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啊，为什么呢？人对着人身执着很严重啊，我想畜生身一般减半就足够了啊，佛告诉我们人在死后之后至少半个小时啊，不要移动啊，因为他神识没走啊。那我们想一般畜生尤其是小动物啊，越小的动物他走得越快啊，像这些蚊虫蚂蚁云飞软动的这些小动物啊，你应该得给他念个十几分钟，顶多半个钟点足够了啊。如果像牛羊啊，猪狗这些大的动物，你给它念一个小时啊，也就差不多了啊，不必要像12个小时啊。下面第11个问题，就是弟子家啊，家乡白莲黄河，每星期都有放生，有几个问题请教老法师。第一个，就是现在放生的鱼类大多都是人工饲养，并且黄河水受到污染，并不适宜放生。有居士讲这不是放生呢，是放死，但也有人讲总比被人杀死强啊，还可以做三皈依，我们到底
应该怎么做？这是佛法讲的，用心不同。如果我们的善心放生之前呢，给他做三皈，给他念佛，劝他皈依三宝，劝他皈依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真诚的愿呢，也能够跟他起感应道教的作用。所以这么做是正确的，是好的。至于水污染，不适合这个水做的生存，这个要考虑到。你要找适当的地方去放生，实在找不到呢，那就没有法子。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放生呢是越来越困难。在国外也不容易。国外是水清洁的水它不让你放生。为什么呢？你染污了水源。那政府有禁令不许可。所以现在我们换一种方法，就是尽量劝人护生。劝大家有爱心吃素。所以常吃常素。不杀生。爱护众生。这是好事情。那么提倡呢做饮这个餐业的这些朋友们的时候多开素食馆。劝人吃常素。素食馆里面呢还播放一些因果的故事，甚至于前贤的佛经。他进素食馆的时候给他这个机缘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这都是很好的方式。那么大量的印送关于爱护动物这些书籍。像丰子恺的这个护生画集我们就印得很多。这个都是劝导世人觉悟。不吃众生肉啊。其次一个问题，它水中的泥鳅生命力比较强，容易存活，因此大家买泥鳅放得多，结果是泥鳅的价格上涨，抓泥鳅的人也增多，有人认为放生带来更多生命被抓，这是毁坏生命，但是我们不买来放生呢，就会被人杀掉，到底怎么办？这个要有智慧来处理。放生是好事，你不要定个日期。我哪一天做法会了，通知这些捕鱼捕虾的人去，我要放生了，你们大量去捕。这个不是放生，这是杀生，这是害众生。这些捕杀的时候他今天有生意啊，他拼命去捕啊，多赚一些钱呢，就是错了。放生是不定期的，也不是刻意的。佛教我们放生，你平常到市场你去买菜，偶然发现有活的这些动物，你细心观察它能活得下去，你去买它。如果它受了伤了它活得不久了，你就给它念三皈依，你就给它念佛回向。为什么呢？它没有办法存活下去所以得有智慧否则的话那就变成古德所说的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你没有智慧，你的慈悲反而造成祸害。让这些人到处去抓。这就错了。
是随寺庙在庙会的时候，不要放生，不要在寺庙的庙会。为什么？这是那些抓这些动物的人啊，他们注意的焦点。哦，你们常常庙会的话，只要有庙会，那一天去打听到就拼命去抓。所以这是错误。放生还是不定期的举行好。 但还有一个问题，他有些居士在水库放生，其他人认为是死水呀，容易被人捕捞，坚持到黄河放生，意见不一致，该怎么办？水库说在讲的是，这中国法律我不知道，外国是绝对不许可的。外国在水库放生呢，染污水源，要受 法律的刑法处分，所以现在放生是越来越困难，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劝人吃素好，劝人呢决定不能杀生，多跟大家讲佛法，多跟大家讲因果。 这个是现前社会我们对于护僧的一种方式。底下说，在道场修行，应如何才能尽快往生极乐世界？真的要尽快呀！佛经上有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放下外缘，你真放得下，不但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成佛了。比往生极乐世界还要殊胜呐！你看看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句话之下，他就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 凡夫成佛，在理论上讲，就是一念之间，一念觉，凡夫成佛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了。问题是你不求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了，求赶快念佛，赶快往生。 是不是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在主导？那你是凡夫心、轮回心，跟西方极乐世界不相应。这个事情不是你想去就去的，想成就成的。每个人都想去，为什么去不了？你要懂理。 你的想法要如理如法，那就对了。你这个想法不如理不如法，所以那这个想法是妄想啊。中下根性的人，烦恼习气断不了，断不了才叫你 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真肯干，这是我们所看到古人现前的例子。古人我们在《净土神仙录》里面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许许多多念佛人，大概是3年。 他真的往生了，欲知时知往生，那不是假的。所以有很多同学问我，是不是他们的寿命刚好3年就到了？这在逻辑上讲不通的，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
啊，一个两个偶然碰到的可能呢，那么多人不可能啊。那应该怎么解释呢？应该是三年呢，他念到功夫成片，能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够自在往生啊，虽有寿命不要了，我提前走了，这才能讲得通。那像宋朝的盈科，真的他念佛诚恳了，精进了，没有杂念了，就没有怀疑，没有杂念啊，念念相续不断。虽然只念了三天，念佛的条件他具足，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他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阳寿啊，十年之后啊，我来接引你啊。但是盈科法师放弃了，他说我十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啊。阿弥陀佛也同意了，三天之后来接你。三天之后佛果然接他走了，他也没生病啊。这个是佛经上讲的，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他三天了啊。所以只要你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是净念相继啊，大势至菩萨讲的啊。你有疑惑，你心不清净啊，你有妄念夹杂在里面，你功夫被破坏了，所以你不能成就啊。学佛要想成就，没有别的啊，一定要放下。经上讲的那么明白，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本来是佛啊。啊，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成佛了，是因为我们实在放不下，这个地方放不下，我们到极乐世界再放，换个环境。那咱们到极乐世界最低限度要放下一分执着，执着太多了放不下了，你能放下少分就行了，这叫待业往生啊。还是那么样坚强的执着了，那就没法子了啊。所以执着造成了六道轮回，坚固的执着造成的三途地狱，这有什么好处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我做，非我不行，这是地狱心的，这地狱的念头啊。那菩萨心不是这样的，一切众生皆是佛，一切众生都有智慧德相，我做行别人做也行啊，别人能做更好啊，他造福我享福。一个觉悟的人求之不得了啊。所以你明白了，问题自然就容易解决了啊。你不明白了，这个解决问题就困难。那么在道场尽量的说应当为道场服务啊，因为弥陀经上有一句话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在道场服务是积功累德啊，这个福德帮给你做增上缘啊。道场没有这些修福的人，佛法就不能存在啊。你比如说你们同学
现在的人都想学经教。如果这个道场没有人护持，这个道场会解散了，这个缘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重视护持道场的这个人呢，是我们的依止寺啊，我们依靠他了。没有这样依止的人说，我们确实没法子成就。我这个是由老师指点，那老师指路啊。走路是帮忙的时候靠护法了。所以我感谢韩英馆长。他护持我30年。我对于我的生活环境不操一点心啊。你才能够一心一向道。才有成就。没有这个环境你没法子。你怎么能成就所以这个道场是真正有人发心来护持的道场。他虽然是自己成不了佛，你们都成佛了，你说你要不要报他的恩？你要不要帮助他成就？这必然的道理嘛，哪有佛菩萨是忘恩负义的？所以他必定也能成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晓得这个道理。那佛法能不能住世间？不是讲经的人，是护法的人。所以护法功德地大了。寺院庵堂是学校啊。护法是校长啊，是里面的执事啊。我们弘法的是学生，从学生慢慢提升到老师啊，教员。教员还是要学校聘请你，你才能够有机会在这教学。学校要不聘请你，你再好的教员无用武之地呀。你才晓得法这个住在世间功德是谁的？在从前，释迦牟尼佛将护法的工作交给国王大臣他们有势力交给大德的长者居士，他们明理所以你看看佛教自古以来谁护法？国家护法，帝王护法所以这个法能够久住世间没有这些护法的佛法就灭了个人修学多半都变成佛学的学者佛学家了那个与了生死不相干他变质了，佛法变成世间法了这个要懂得今天佛法在这个世间确实走到了存亡极绝的边缘，谁能把他救一把，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绝对不亚于释迦牟尼佛当年传教那这个人就是佛菩萨再来的，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做不到。普通人有自私自利，普通人有名闻利养，啊，他什么都是以这个自私私利、名闻利养做标准来衡量，那佛法不会兴旺。啊，佛菩萨是为正法救助，是为续佛慧命，是为这个救度众生的苦难，那个用心完全不相同，没有一丝好私心。啊，而且他有大福报。啊，我这个人一生从小没学佛之前，很多算命看相的都说我一生没福报，前生没学佛。啊，三种布施里面，财布施没修，无为布施没修，所以不但没有福报，也没寿命，啊，短命啊！啊，好在有一点法布施。啊，有一点聪明智慧，所以接触佛法能理解、能信、能解。啊，老师教导我弥补过去的缺失，啊，教我要认真修财布施、修无为布施。啊，就是财法无为这三种布施要认真去做。啊，真的 啊自己这一生修到七十多岁才有一个道场。啊，这住下的澳洲的道场。啊，佛法虽然不是发源于中国，但是中国继承了，印度没有了。今天在全世界讲佛法，佛法在中国。啊，那我们的道场在外国。啊，自己修行没问题。啊，如果要想佛法在这个世间发扬光大，普度众生的，啊，那中国这个环境比外国环境殊胜多。啊，所以还是想到回到中国来，而如果中国缘不成熟呢，那只好在澳洲。啊，澳洲缘是真的成熟。啊，在那边自己修行教学都没障碍。啊，澳洲政府欢迎。啊，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好。啊，所以在中国我知道没有福。啊，所以我不能做住持。我不能做佛教会长。啊，我回来平民身份。啊，在寺庙里面是轻重的身份。所以要靠大众，啊，要靠寺庙里面的方丈、住持这些执事大众护持，他们不护持，我没有立足之地。啊，一生流浪啊，啊，到老还是流浪。啊，我对我自己清楚得很呐，啊，所以我讲东西。讲得非常，我知道多少全盘都讲出来。为什么呢？怕以后没有机会了。啊，尤其80以上的人，诸位要晓得随时可以走的。
啊，所以对这个世间呢，没有一丝毫留恋。啊，什么时候都可以走。啊，我绝对不会说，我还要活多少年，没这回事情。啊，我讲华严经，你们如果会听的人，我每一堂课都是圆满的华严经。啊，为什么？活盘道出，利益大众啊！啊，会听的人确实能帮给他做开悟的增上缘。啊，不会听的呢，种善根。啊，所以同学们最重要的，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没别的，认识机缘，抓住机缘，就成就了。啊，机缘失掉之后，下一次再遇到不容易了，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界去了。啊，好在国内确实有大善知识，有认识机缘的，有掌握机缘的。啊，我们相信这样的人在中国越来越多。啊，所以中国有前途，有希望。啊，那最明显的我们在山东看到了。啊，我们庐江汤池啊，这些地方上领导也都非常难得。啊，这个道场要靠诸位大家不止啊，要多关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啊，领导们关心照顾你，你自己不认真努力修学不如法，你不能怪别人。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每天早晚扩读《弟子规》和念佛，每天听两个小时幸福人生讲座，念六个小时的佛，但觉得功夫不得了，一点往生的把握都没有。这样修行能行吗？能尽快往生吗？”如果你要尽快往生，黄忠昌是个很好的榜样啊。那怎么样呢？闭关，万缘放下啊，你也找到一个真的善知识大护法护你的关呢 啊好好的照顾你三年，你在官房里头确确实实做到啊，一句佛号，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什么妄念都没有了，一个心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啊。那个跟这个古来许许多多求往生的人就没有两样啊。黄忠昌念叨两年十个月，还差两个月满三年，哎，他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欲知实知，没有生病走了啊。这就说明古人用这方法有效，现在如法炮制还是有效
啊，如果恒顺众生，不要这么不这么着急，一切随缘啊，那你就先把这三个根扎好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然后在一部经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要求生净土，或者你学讲《无量寿经》，或者学讲《阿弥陀经》啊，一生呢就讲一样东西。心是定的啊，定生慧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也许啊，你寿命到了会延长，这个延长不是自己求的啊。为什么会延长呢？那延长就是你跟这个地方众生有缘，希望你多住几年，多带一些人往生，延长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求长寿啊，求长寿说老实话就是多受罪呀，那多吃苦头啊，那有什么意思啊？早往生早享福啊，西方极乐世界没这些苦啊痛苦啊啊，所以这个长寿不是求的啊，求长寿也错了啊，它是自然，那就是感应啊，众生有缘还可以多待一些去。底下一个问题，他弟子所在的念佛堂刚开始有200多人精进念佛，但种种原因现在只有10几个人念佛啊，弟子们希望啊老法师指导啊，效法远公大师成就殊胜念佛往生的因缘。成就念佛往生的因缘，不在念佛堂啊，在什么呢？在真正发心念佛求往生的人，这种人难啊，不容易 啊，真佛弟子。圆公大师那个时候佛法殊胜，遇到这个法门是刚刚遇到啊，净土经论的时候只有一种翻译出来，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观无量寿经的时候都没翻译出来啊，慧圆大师就是以无量寿经啊，有这么一些志同道合的人，123个人啊，大家建一个念佛堂，在一起念佛啊，一心求生净土，没有第二念头，123人个个成就，太殊胜了啊。这个地方就现在庐山啊，现在叫东林寺，那个时候叫东林念佛堂。啊，这是净土宗的起源。啊，真正有这些志同道合。啊，那个道场真的是六合净的。净和同解。那个见惑同结就是建立在无量寿经上，见惑同修就是建立在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戒律啊。你看，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利同俊，这个六合敬的道场是诸佛
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他们真的不出呼吸，他以呼吸为界，那一条小溪叫呼吸，以那个为界，哎，那个念佛堂的人不出呼吸。三十多年了不下山了。啊，他们心里想什么？心里想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能找到这个人吗？现在念佛人还有名闻利养，还有五欲六尘，甚至于还有地位、权力，还有这个念头啊，那这就难了啊！所以我们冷静细心去观察，语言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善根福德因缘。啊，可是你先要有善根福德，善根是能信、能信、能解，福德是能行、能证。啊，只要具备这个善根福德的缘，我相信啊，三宝加持，啊，不会缺的。如果没有善根福德，佛想加加不上，又帮不上忙。你居住这个条件呢，佛菩萨能帮上忙啊！所以我们求佛菩萨求感应是要用我们的行心行去求啊，其他的方法求不到，我们真心，我们真行，到时候道场自然成就啊，护法自然就来了啊，这都是真的。啊，我们没有这个好的这个道场，啊，真正修行道场，住在这里身心不安，或者是常住人，啊，做的都不如法，我们自己的心行如法，啊，在这个里面什么？在这个里面训练自己的耐心，训练自己的忍辱波罗蜜。啊，到你真正忍辱波罗蜜成就了，啊，信解成就了，佛菩萨来了就换人了，啊，或者是有新的道场去了，原来的时候给你换道场，给你换缘，啊，佛菩萨安排吧，啊，所以我们对任何人只有一句话。恭敬到底，感恩到底，这才叫真修行啊！他做的再不如法，是来让我们修忍辱波罗蜜的。我们在这个里面要起一念不善的念头，起一念不满意、怨恨心，佛菩萨再不会管我们了。为什么呢？你不是真修行人啊！真修行人处处要经考验啊，顺境不能起一点贪爱，有一点贪念就会也完了；逆境呢，不可以生一点嗔恚啊。换一句话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在这个里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真诚心，你是真修行人，你才会有成就啊！啊，真修行人哪有没有道场的呢？啊，一个人，佛菩萨也会帮助你，成就你一个人；众多的人，那就有道场。啊，我学佛说在讲呢，
德立于老师一句话，心定了。啊，老师告诉我，你一生，只要是你真的为续佛慧命，为弘法利生，啊，为正法久住，你的一生呢，一切都是佛菩萨照顾，你自己不操一点心，我接受，我完全依教奉行。啊，所以我这一生我知道都是佛菩萨安排的，啊，顺境是佛菩萨安排的，考验我；逆境也是佛菩萨安排的，我在这个里头锻炼呐，啊，锻炼到把什么贪嗔痴慢疑通通练掉啊！啊，信德的时候逐渐增长啊，逐渐提升呐。啊，要成就别人，首先成就自己。自己不能成就的时候，对别人一丝毫帮助都没有。啊，时间不够，寿命短嘛，它自然就延长了。我没有求寿命啊。啊，这个延长我很感激。为什么呢？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我到不了这个境界。啊，随着时间的延长，境界不断在提升。啊，这是对得起佛菩萨。啊，对得起这些护持的善友。下面一个问题，请问道场里面的法宝，如光碟等，收钱如法吗？这一段事情。如果是有信众提出来的这个金钱啊，希望流通这些光碟法宝法物免费赠送，我们就要依教奉行啊，错不得因果。如果是常住啊，我们寺庙常住发心做这些光碟流通，我们要收回成本钱可以，或者是增加一点的时候，利润的时候也可以啊。为什么呢？这是常住的收入啊，这个都是如法的啊。那么如果真有信心，常住也不收钱，也懂得越施越多，那就更好了。啊，这是真有效果。我过去在新加坡住了3年多，将近4年。啊，帮助新加坡的居士林。啊，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供斋。这个供斋呀，是24小时不中断的，什么时候到里面都有东西吃的，都有热的，啊，24小时不间断，哎，菜还不少，啊，大概有15道菜的样子，自助餐你自己选择，啊，夜晚呢，有热的包子、馒头，啊，豆浆、牛奶，啊，晚上供养点心。24小时不中断啊！这是最初居士林拿出钱来做的啊，做了不到1个星期，哦，外面人是送油、送米、送菜、送油，什么都送，送到什么？送你吃不完啊，吃不完，像这些蔬菜啊。米面你不能放久，放久就放坏了啊，所以没法子，我们就找其他不同的宗教，他们办的有养老院，办的有孤儿院
我们每天用一个小卡车，把我们多余的吃的东西到处送。跟每个宗教都结缘了。越吃越多。居士林吃饭的，每一天平均1000人以上。星期假日会有3000-4000人。所以很多人奇怪，你们钱从哪里来的？没有花用一分钱，只有进来的，越进越多。我们这个实验佛在经上讲的越施越多，这个话一点都不错啊，不施就没有了，越施越多啊，施财得财富，施法得聪明智慧，施无为得健康长寿。这是我刚刚学佛的时候，老师教我修三种布施，弥补过去生中的不足。那么这种真的得到效果。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所以你能方便别人，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尤其法布施，一切布施当中，法布施第一了，帮助人开智慧啊！所以我常常想着，我们下面人很多啊，我们讲堂还有空位子啊，有缘的人都应当叫他来听啊，这是法布施啊。法布施终极的果报是成佛。所以有机会呀，尽量帮助别人是好事情。有机会障碍别人的时候，这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会障碍别人，机会不给别人，将来自己会遇到这个障碍。遇到殊胜的因缘也会被别人障碍。业因果报丝毫不爽。下面一个问题，再请问超度亡者是否每一位都要写素文，或是一个总素文就可以了？一个总素文就行了。尤其是大的法会，超度的这个亡灵很多。一个总素文就行了，个别素文多半都是人亡临终的时候，请这个法师道士在家的诵经超度，那是为一个人，道场里面决定是很多人，底下一个问题是，没有持五的出家师是否不能为居士受八关斋戒？这个经上没有这个说法，所以这个要依经典做依据，那么但是现在你要懂得，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讲了很多，在家十善业道做不到，出家了沙弥律做不到，所以八关斋戒也是行事，也很难受持。所以在这个时期，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无尽的慈悲，只教我们一个法门：老实念佛。那个功德就圆满了。问题是你相不相信？我能相信，所以一句佛号是圆满功德。这个道理要懂啊！在这个时代要选择易行法，就是容易修行的，容易成就的。
啊，简单、容易、稳当，啊，很可靠的方法，这就对了。哦，下面啊，有关助念团的疑问，他有不少个小问题。有同修在助念和活化时做出清楚的观想，观想到亡者的去处，这样观想的结果是否可靠？这观想在个人自己的功夫，还要与往生的人呢，他自己修行的这个状况啊，要能相应，那是真的。如果不能相应，就不是真的。比如说，一个人不相信佛法，也不念佛，邪知邪见。啊，你是个很好的修行人，你能在他临终的时候观想他坐着莲花往生极乐世界，行吗？如果说行的话，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念佛了，都不要信佛了，到时候佛菩萨给我们一观想，我们都成就了。这在理上讲不通的。啊，那么可以说呢，观想对你自己有好处，因为是你的一个善念啊，可以帮助你增长善根啊。对于亡者不一定是有真实效果啊，亡者如果真有功夫，他念佛往生了，你在观想你看到那不是你观想成的啊，是他的境界被你看到了，你心清净时候能够看得到啊，这是道理要懂。弟子平时按老法师的教导修学，但为亡者助念时，可否参照密宗的中阴身救度法？如果有人指导可以，没有人指导的话就不必啊，就用净宗的方法就很有效果啊，同时也做出一个好样子，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啊，做到真正讲的不夹杂啊，不怀疑，不夹杂。助念时没有出现瑞相，是否佛不摄受啊这个亡灵？佛没有摄受不摄受的。如果说佛还有摄受不摄受啊，这一尊佛是凡夫。为什么呢？他有分别，他有执着啊，这是讲不通的。众生跟佛菩萨只是讲感应，众生有感，佛有应啊，摄受也是讲感应。那什么样的这个佛来戒引众生，完全是众生自己念力愿力所成就。啊，不是心外有一尊佛来戒引，那就错了。啊，所以弥陀来了，自信弥陀；观音来了，自信观音。你所往生的唯心净土，这是正确的。啊，心性之外啊，另外真有个净土，这是错误的，这没这回事情的。啊，所以也禁忌的是这个。
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你要记住，这是真的。弟子在组织念佛时，只要有人请，无论王者是否学佛，我们都去。有十一天中啊，会有三个人同时往生，我们无法全部安排助念，啊，更不能保证呢品质。如何让助念做得圆满？请老法师开始。助念圆满靠自己修行。啊，所以自己对于净宗的经教要了解，啊，理要懂，事要明了，啊，方法也要知道，你对于王者才能帮助。那念佛团啊，这个同修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了解。啊，真正帮助念佛人，自己一定有个念佛堂，啊，经常自己在一起念佛。有人来找的时候，你帮助他，才真帮得上忙。否则的话，只有形式，实质上就很难说了。就像你所讲的，这品质啊，就不是挺理想的了。啊，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自己真正修行。才能帮上别人忙。啊，那么是这个往生的人，如果自己真正念佛求往生，他也帮了助念这些人的忙。为什么呢？他会现出自自然然现出这个瑞相，让念助念的人的时候增长信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凡事都是互助的。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当地送葬有个风俗，亡者的家人呢，要送给参加送葬的人红包，啊，多则千元，少则一百，是压的。亡者家属透不过气，我希望建议佛弟子带头将这些钱拿来呀，为亡者做功德，改变这种风气，或是应入境随俗为好。啊，当然改变风气为好。啊，不要增加了亡者他的负担。啊，如果他很富有，他也愿意做，这可以的。如果他并不富有，啊，或者是借贷过日子，那是更不可以的。哎，这是应当啊，要帮助他们的，啊，所以这是随着这个机缘观察啊，应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法。助念过程中是否需要洒净，是在断气前还是在断气后啊最为理想。洒净是应该在你到这个助念这个场所的时候，就应该越简单越好，不要复杂。那么这是对场地的尊敬，对这个地方无形众生的恭敬，啊，帮助这个人往生，也要希望他们的冤亲债主能化解冤结，啊，共同来帮助他，啊，这样就好。助念期间对病人和亡者的开示不一样，恳求老法师开示的内容做一个规范，方便同学参照。这个开示，古来祖师有规矩，我们不能再立了。啊，亡者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起一个妄念。
只有一个念头，一心念阿弥陀佛，所以不能有第二个种开示。啊，这个时候讲开示错了，这个时候再讲叫他听经也错了，这个时候就是一句佛号要紧啊。最后一念是佛号，决定往生。啊，随佛法讲，十念一念，啊，这四十八愿里，十念一念都决定往生。啊，能不能往生？最后的一念，所以要照顾他最后一念，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不可以有第二念。那，什么时候讲开示？是他看到什么？我告诉人，我看到哪个人在门口，所说的都是死人，都是过去的人。啊，他的家眷说某人我看到了，这个时候就念阿弥陀佛，不要管他，就这么一句话，这是对这个临终人是最好的一句开始，什么境界现前都不要管。啊，他看到地藏菩萨了，啊，看到弥勒菩萨了，看到释迦牟尼菩萨了，不要理他，阿弥陀佛来了跟他去，看到什么佛菩萨都不理他，这个是重要的开始。啊，所以说一句废话不能有，啊，一句夹杂不能有，这个才重要啊。啊，这个不是讲经讲开始的时候啊。说作念时有一些居士喜欢默念，这样念亡者是否能得到真实利益？平常念佛时默念出生念受益如何不同？默念时鬼神知道啊，出生念的时候不但度这个亡人，也度一些能听到你的那些众生啊，听到音声啊，连附近的是云飞软动都受利益，这是好事啊。啊，所以出生念佛比默念好啊，道理啊就在此地。可是现在的社会啊，人口太多了，都市里面住的房子是公寓啊，我们这大声隔壁就干扰了啊，所以在这个外国的时候他们的法律不可以干扰邻居啊，你这有吵闹他可以报警察啊，警察就来劝导你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作念的时候会产生影响啊。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啊，默念的时候啊，可以小声一点，还是有声音，小声啊，不干扰邻居，以这个为原则啊，小声念啊，金刚持，金刚持口动没有音声。啊，所以这个都是要看当时的环境啊，总而言之是以出生为最好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临终时在医院啊，那医院里念佛也要保持音调低，不要干扰隔壁病房啊，这都是要啊考虑到的。底下是亡者出殡送葬的形式，简单好还是繁杂好？繁杂是否如法？对往生去处是否有影响？这个要随俗啊，要随俗。
每个地方风俗习惯不一样，那么他们的家亲要求不相同，尽量的随顺。啊，王者到出殡的时候，他往真正念佛往生，他早已经走了，这个事情他不想干了。啊，这是后人他们的事情。啊，因为他不想干。啊，所以出家人，啊，真正学佛的人，不愿意麻烦别人。啊，越简单越好。啊，甚至于火化，骨灰都不留。啊，撒在河里面。撒在海里面，啊，撒在空中，都有很多啊，这些方式，啊，这些与真正往生没有影响啊。底下一个问题是超度的含义是什么？有瑞相认为已经往生的人，以后还需要为他们立牌位超度吗？有瑞相。不见得是往生啊，但是有瑞相肯定他不堕三恶道啊，堕三恶道的时候绝对没有瑞相啊，所以有瑞相至少他又到人间来了，他到人间来一定比这一生更殊胜啊，福报更大啊，所以他有瑞相啊，那升天的呢，那就跟往生的瑞相差不多啊，所以说有瑞相决定是取好处啊。那么立牌位以后再立牌位是后人对他的纪念，有没有效果呢？古大在讲啊，有增高他的品位啊，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帮助他增高呢？你自己超度的人真有修行，我们相信他可以真的可以被他提升他的品位啊，你正高，水涨船高嘛，哎，你高，他就更向上啊。这个是在理上啊是讲得通的。更重要的是提倡孝道，这个才重要啊。所以慎终追远，这讲祭祀效果是什么？明德归厚。那让这个地方人都懂得了思念父母，孝敬先前的父母啊，尊重老人，他有这个效果啊。就真正往生的时候还是要做啊，道理在此地。这有同修认为只要恩求阿弥陀佛接引也会往生，这种想法对吗？这个想法不对啊！你恩求他就答应吗？啊，譬如你的小孩上学念书考试不及格，你向校长恩求，那学校能同意吗？如果这个方法能同意的时候，我们全都不要念佛了，我们强迫阿弥陀佛啊，我非去不可啊，不去你就不慈悲啊，我种种压力施给你行吗？这些压力压到最后都压到阿弥地狱去了，阿弥陀佛没有在地狱，自己到地狱去了啊，怎么可以用这种心态对佛菩萨啊？这就肯定你就去不了，你去的是反方向啊，所以要想想，这不顺人情嘛。
那人间都人家不接受嘛，佛菩萨怎么会接受？哪有这种道理？啊，认为佛菩萨好欺负，啊，错了啊。所以有人认为瑞相是念佛人自己心意识里变现的，为什么有人能看见，有人看不见？能看见，不能看见是缘分。啊，缘分里面讲起来很复杂，啊，不是简单的。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讲，任何一法都具足无量因缘。啊，那么能看见的，总有几分相应。啊，不能看见的是我们自己功夫还不能跟这个现象相应。啊，理呀，不能不知道啊。啊，那是从心里变，心意识变现的，这正确的。哪一法不是心意识变现的？啊，一切法都离不开心意识。底下还有两个问题，就是现在世界上的灾难如此严重，为什么宗教之间不能互相团结、和睦相处来化解灾难和挽救人心？啊，恳请老法师慈悲开示。这个事情我们这些年都在认真努力在做。啊，06年我们在巴黎的活动，啊，我们邀请新加坡九个宗教，啊，在联合国大会堂为世界和平祈祷，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努力啊，自己要去做啊。最后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三十七念书文当中，大觉大圆满觉。”应激息前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是何意思？我在三十七念这个佛寺讲解当中有详细的说过啊，大圆满觉就是称释迦牟尼佛啊，佛是大圆满，我们称菩萨是圆满觉，称佛大圆满觉。印基性就是它印化在印度，印度在中国的西方啊，心包太虚两周沙界都是赞佛的啊，佛的心佛的度量确确实实是包太虚周沙界啊，周遍恒沙世界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我们自己的本性。现在心量变得这么小了，就是迷失了自己心性啊，才变得这么小，变小这就有灾难啊。如果能够这个恢复到之后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心性跟诸佛如来没两样，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那就是罪过，就是错误啊！学佛没有别的，恢复自信而已啊！只有恢复自信，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所有众生的问题。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解答到此。